我是田馥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庚。哇，托韩庚的福，我一出来就有这么多的尖叫声，真的好棒哦。刚刚有在电视上看到转播，看到韩庚热歌劲舞，真的很棒又很帅。谢谢，因为我这次很开心很荣幸跟你一块来颁这个奖。我也是，我还比较紧张。对，好了，那不多说了，那咱们就开始颁这样最佳组合内地和港台。先看一下内地 VCR， 看一看获奖的是谁。好，那这位呢是我很尊敬的一个我的前辈，也我也很荣幸能给他颁这个奖。恭喜内地最佳组合羽泉。好像一只没变色的蜥蜴，各种颜色随着温度高低守候猎物，逃避天敌很不同。恭喜羽泉得奖，真的很棒。那接下来我要颁发的是最佳组合港台的部分。我自己是从组合出来的，然后一直以身为 SH 的一员为傲。那我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在我心目中的最佳组合港台部分是 SHE。 赞同，谢谢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团体里面有 Shiro， 就是一个很勇敢很乐观很棒的 Selina，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最佳组合。但是我觉得当然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人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入围的名单。有好的，最佳组合港台飞轮海，